来，下面有请我徒弟当中人气最好的一个，也是最火的一个，苍老师。苍老师没拜师的时候，直播间里面只有五个人，拜了师以后，现在已经达到了16个人。高分的时候在星期天星期六能够达到19个人。在学生放假的时候能够达到21个人啊。现在呢，那么接下来就有请我们的苍老师，我的徒弟闪亮登场。中央意识空白的权利，什么烦恼全都给我出去，音乐节拍拍动就在起作用，灯光不停传动。跟你们说一下啊，现在啊，苍老师呢，然后经过一般磨难，一般的条件，现在呢已经可以说是非常棒了啊，现在形象跟以前是完全不一样，大家也都看得到，对吧？形象已经好了很多，包括胸呢，胸部教他的一个秘方，里面给我垫一些袜子、卫生纸什么的啊，现在也垫了啊，形象完全大改变。以前像个妇女，现在像个妇女啊。然后接下来，苍老师有没有信心把他们给干死？有信心。有信心的话，那没问题啊。